有一米一，我是龙眼家，还有这个，你是谁呀、啊？小伟伟是吧？小伟，小伟哥哥。那我们现在马上就在年那个我们的团年饭呢，就在紧张的筹备工作中，让我们去厨房拍一下啊，小伟哥哥。嗨。首先，我们欣赏的是瑜伽小朋友的奖状墙。当当当当，全部都是奖状，表现得非常好。走过来是我们亲爱的妈妈。那么这里简单的看一下我们瑜伽小朋友的房间呐、啊，它是有一个露台，有一个很大的床啊。这是谁的房子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这是你们家，为什么不知道？那我们这里看一下这一间呢，是一个套间，带厕所的一个套间，但是没有。这是谁的啊？这是谁住的房子啊？怕。哦，有一点没，有一点冷了，我们关上啊。好怕。然后我们就来到这个客厅，现在在放电视啊。当当当当当 ，Hello。瑜伽拍到了，拍到了。然后看一下我们这个客厅里面有一个泰山日出的横幅。哎呦，你撞到我了，撞到我了，撞到我了啊！然后我们来到看一下我们小伟伟的奔驰车啊！哎呀，很痛啊！不要再撞我了。这里可以看不到楼下。不要再撞我了，很痛啊！生气了，小伟哥哥，撞到我很痛啊！撞到这边又摔鞋子，很痛啊！啊 ，Hello， 小鱼叫你很饿了吗？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厅啊，然后这边是小 BB 的房子，这里是厕所，看看厨房，在辛勤的准备我们的饭。那么走到这边呢，就会是有一个很大的路，这个现在当然是晒了很多小朋友的衣服啦，但是其实它应该是一个露天的花园。这边是杂物间，大门，嗨，哈哈，看看我们准备了什么菜呢？这个是酸笋炒牛肉，然后苦瓜，凉瓜炒水牛肉，然后这个是红烧糍粑鱼，然后有我们的冬笋炒腊肉。这个现在就是板栗焖鸭，热气腾腾啊，超级大厨师准备的啊。当当当当当。好了，我们又来了。这个是青豆，这是鸭子吗？啊，是鸭子。土鸭汤。这里。然后我们的板栗焖鸭。太吃了。糍粑鱼，肚子饿了吗？嗯。还有本地的这个胡萝卜炒辣味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苹果醋。我们厨房里面还在准备着，非常忙碌。原来这个电视机是可以搬出来活动的哦。对呀，居然是活动的电视哦，可以一边是我们丰盛的团那个团圆饭呢，一边可以欣赏电视，八点钟就可以睇春晚咯。好了，我们开始吃饭了。来，我们拿上杯子，祝所有朋友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。干杯！小伟哥哥，干杯！干杯！徐佳，干杯！身体要变成小伟哥哥了。好，好，来，看，可以，干杯，开动！哎呀！大家好，我是一米一，我是玉佳。现在我们开始吃团圆饭啦！哎，希望喜欢到桂林来玩的朋友到我们家来做客，好不好？好，欢迎你们哦！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下期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
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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